太空探索永无止境。同学们好，我是神舟十四号任务乘组指令长陈东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问天实验舱与大家一起继续探索科学奥秘。同学们大家好，我是航天员刘洋，非常期待今天的太空科学之旅。同学们好，我是航天员蔡旭哲，在今天的授课过程中我担任太空摄像师，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体验科学的奇妙。这是我们第三节天宫课堂了，同学们是不是等得有点着急了呢？别着急，今天我们换了间教室继续给大家上课。